台服上路一堆时钟，真的假的？是不是死黑啊？死黑故意玩时钟上路，然后再说，我学史丹利的、啊，然后被打爆，然后就一堆人讨厌史丹利，是不是莫名其妙、啊？我有叫你们玩吗？啊，我有叫你们玩时钟上路吗？没有嘛，对不对？那肯定是死黑。我打鳄鱼哦。对啊，卡牌打一补两下。我上路了，卡牌不能上路。卡牌不能上。决赛你看好谁赢？我看你分析。最多靠下来拿一把。是啊，我今天开。五臂软手。我今天开直播也是说，应该是 T1 七三开。十年拿四冠，好疯狂、啊。我们真的，我们不要打手枪了，他还在打打比赛。我们当年其实留下来都是想继续打的，结果被拆成两队了。你有听过这个故事吗？你说 TPA 跟 TPS 啊？对啊，我们其实本来是想要原队继续打的，所以才继续签的，然后结果被拆成两队。嗯，其实不太爽。为什么？我听到的说法是你们都不爽的这个。没有啊，哪有？就是、没有不爽到不爽，没有不爽到 不一起打。不是你不爽到你要找谁打？你要找谁来指挥？找谁来打？我听到的是什么？你们有什么意见评分表？然后说队员给他评分是最低。有这种事，我都忘记了。然后还，开打！那评分最低的不是我吗？他妈每个都给我最低。然后他有一个什么绩效奖金还给我超低。你跟我滚一个！我没有听过这事。怎么有人送啦？巴德对面的。这个大爆料，完全颠覆我的想象。那个评分最低的应该是我才对。南枪不是鳄鱼是被演了。对啊，南疆战没差、啊，可是就不好清而已，不用没差。应该还是鳄鱼吧，我觉得是南枪。还是鳄鱼换去中路搞吧。我觉得是南枪，我是南枪。操你妈！我被点赞了。等一下我很会。同城。哇、你很惨怎么办？你这样能抓吗？超赞、可是我一定要去上路啊，因为我上路先来了。你走吧，我自己试试看。他怎么在这边烦你啊？他有毛，他丧心病狂！他先不打，在后面烦你耶。你那边有坐标，我在上半部啊。重装没你黑。哎呦！重装没废物，就是他很能推，我可能没有办法把压在塔下。不用啊，没有压最好。他刚有机会放眼，没有，他没放眼。好，知道我忙到。他现在放了。他现在放了。知道他吗？他移过了吗？他没移过，他还有移。好，这小兵，我来，他想上去。哎、欸，看鳄鱼，来，听到，哇，怎么鳄鱼？来吧，什么鳄鱼？哇，是林哲宇在那边，怎么会遇到鳄鱼啊？遇到鬼啊！我想说是伊芙琳，然后就是鳄鱼。最近一堆男枪上路啊，感觉德帅完了以后就开始一堆。那德帅是？韩服也一堆，阿奇的中路啊。是啊。今天你知道今日韩服的阿杰胜率少了18%吗？真的假的？欸、他没演。干的，下一个不是路服史丹利、直接干他，直接干 他。我没有办法直接清啊。他跑过，他跑过了。跑过了，GG了。没事，你们警备一下。OK， 你丫头。帮你推完吗？推完，直接推到。哇，难得赢线呢。其实。好像阿里比池中强一点，先期，因为我有 W 还是蛮痛的。但是葛雷夫推太快了吧？葛雷夫蹦两枪，一个 Q 就变成一条兵线就没了、欸。我不能给他碰到了，我等一下去找他打架。我个打，我个点来一，我个打，我个点来一，我个。干嘛？不需要我了。直接单杀。往上什么水平，葛雷夫？第一次看到丁特帮上还帮推线，是不是被上身了？妈的，狗内造谣！他有胆吗？他好像有，他刚刚都没交。我忘记他上一波有没有交，他刚刚上一波，反正他走出去，他被我单杀没交。好，我走出来。可
是我先接线。好像想要在干嘛？在比基逛街。我靠，喵！来来来，我在干嘛？我在走，我在走，可是我没大啊。你有没有秒？哇！没事啊，没事啊，没事啊。看，老师，我交闪了，那个没事。快交闪！你刚才有大，他不是死了？他是闪上去了。对，他闪上去了。没事，我上路已经稳了。我现在电刀，我自己把他卡推弹。卡皮全收。好，下路三个。啊，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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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格雷夫什么角色？对不对？噔噔噔噔噔噔。等下如果选格雷夫，知道要用什么打了吧，宙斯？瓦东被盗。啊！没事，我听有听有，可以打可以打。抓衣服，你抓衣服。我没有大血。我有点亏。倒亏。哎、欸，不抓、啊！哇！我帮你大绝了，我帮你大绝了，我还一直等他。我猜，你走掉。他！哇！好痛哦！那十刀没接单。220了，还蛮多的。还有钱啊？220，很多。我刚 TP 中路的时候没大绝啊，要不然我就可以全收了。他怎么又被抓了、啊？是啊，干嘛一直给人机会？没事啊，我们有备用 AD 啊。对面凯莎更废啊，40刀而已。这龙怎么一下子就飞出来了？他没有僵持时间。我知道。干嘛？我不让你吃龙啊！有病！浪费我时间啊！凯莎觉得自己有多大？看得到孤儿战俘阿里了吗？他在比什么？干嘛进去啊？还在进去吗？到拉吧，到拉可以啊。好，可以。不防。紧急闪现！紧急闪现拉扯！不说了，不说了。我好像没动态了。伊芙琳别出死神。大卫报告一下。这个人怎么是伊斯坦啊？伊斯坦啊，贾克修斯温开个大绝直接无敌哦！如果背起来真的出得去了，开大你就只能对。好烂哦，抓脚！妈，我站在塔前他也要搞，妈有病啊！等等就杀他！等等就杀他！妈，等等我就杀他！我等等每个都清闪他，等等我每一波都清闪他。我们推动转上吧，好，可以推动转上，推动转上。鳄鱼在这，可以抓，可以抓。没有抓吗？抓了，可以吧？这可以处理吧？抓了。我也来抓。他们后面帮我没有人，伊芙琳帮我们在后面。我没有到哦。我如果遇到伊芙琳会死啊！哦哟，装小啊！有人吗？有伊芙琳吗？没。那我去抓他，我去抓他，他跟你打哎、欸！装多小啊？什么意思啊，南枪？叫你吧！他07哎、欸，他07还可以这样玩啊！哎、欸，伊芙琳要抓人了！哇！对啊，叠出专杀白痴！哎、欸，又捞到啦！要不要抓他？是专杀白痴、欸，专杀白痴脚啊！他在后面吗？看看。你们来了，和我一起去看看新的风景。哎、欸，伊芙琳，再来啊，伊芙琳！哈哈，直接清下来。抓鱼吧，抓鱼。我再出个吸魔剑，哈，法抗谁家吸魔剑？看你衣服怎么玩。好，我直接去龙。哎、欸，伊又被抓，装小、啊。不会死，他不会死，很好。牛逼！还在拉扯。哇！哎、欸，这八龙了吧？八龙了啦。
我跟你讲，我等一下遇到伊芙琳，我直接一闪他。伊芙琳在那边。听到，听到，听到，听到。妈废物伊芙琳，见面直接一闪，还敢抓我啊？你抓我还是我抓你？莫名其妙的伊芙琳。他好像中风哎，他像中风，中风慢慢滑进来。哈哈哈哈哈。很乖哎，别装，别装啊！等下路，等下路。我吃个，我重买个装。死我好皮哦。他觉得他不会死吧？他没有经验，他没有经验，他没有，哎、欸，他有经验。他也不能一个打这个吧？哎、欸。我 TP 加入，我 TP 加入。嗯，狂杀！哎，狂杀一顿！他刚活了，能输吗？伊芙琳活了，我没大哦。我好想他直接，我觉得不好，他要送头哎，我不要走，我要走，我要走，我没有大绝，我不要打，我不要打。哎，他们他丢高，不然跟着他。他一打拳，四万无敌，无敌四万。一波，一波。他把他秒了，这是无敌十万，都开玩笑了，辅助有点离谱了，兄弟，是到底不想活了，哈哈哈哈哈哈，什么鬼大哥，他妈的，你吸进去，对面 AD 太废了。AD 没伤害就是这样子、啊，鳄鱼也没伤害，格雷夫也爆炸，对不对？谁能杀他？伊芙琳刺客，真的，确实就结果是下路在 C 啊，哪有？我觉得是我在 C， 这人怎么这么肥？奇怪，你怎么这么嚣张？他在后面吗？我也来抓了，要出事啦！开搞，被暴打一顿，不要暴啊！救我！他在后面吗？难不成要交出我的肉体吗？乖乖，你给我舔一口、哦，还有什么毛病？那你还要怎么样？还想上车？老板。